朗朗夫妇结婚一百天首登杂志，罕见葫芦身材吸睛，东方少有。一转眼，朗朗夫妇结婚已经一百天了，这段时间关于两人的传闻一直不少。对于这位中国最知名的钢琴家演奏家，各大媒体也毫不吝啬版面，大肆报道。结婚之后，朗朗的影响力让大众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，就跟周杰伦当年和昆凌结婚一样，让一个默默无名的女人高调走进了大众的视野。照片中，吉娜更多想展示东方女人的魅力，穿的服装也很东方，再加上混血的脸蛋，一时间让人沉浸在她的美丽中，移不开眼。我们看到吉娜的身材不属于那种纤细型，而是有点丰满，又穿了一件紧身裙子，这种丰满感更加爆棚，尤其是头上的丸子头，和她的葫芦身材形成鲜明对比，更加给人一种奇妙的体验。